家好，这里是一小，好久不见，很久没有这样坐着跟大家录视频了，所以说还有点小小的紧张。今天这支视频呢，主要和大家分享我夏天非常喜欢的几款减脂沙拉。这些沙拉呢，我卡路里一般会控制在300卡以下，所以说非常适合想要做急速减脂，或者说想要晚餐吃少一点的小伙伴们。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，就跟我一起来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和大家分享一款我夏天非常喜欢的鸡胸肉南瓜沙拉，饱腹感非常强。需要准备生菜、番茄100克、鸡胸肉和少许南瓜，番茄切片摆盘即可。鸡胸肉的做法可以水煮也可以油煎，我比较偷懒，所以说就买了超市直接熏好的鸡胸肉，也是没有放油的，非常的低脂健康。南瓜的话用水蒸15-20分钟，或者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。再来和大家分享一款超级邪恶的零卡沙拉酱，需要准备的是无糖酸奶和美式芥末酱。美式芥末酱的卡路里是零哦，将一勺无糖酸奶放入碗中，加少许的芥末酱，再加少许的盐和黑胡椒，搅拌均匀之后，一个美味但是又没有负担的沙拉酱就完成咯。分享一款牛油果酱沙拉，需要准备的食材是牛油果、番茄、洋葱，还有一些蔬菜。牛油果这样子用叉子碾碎之后，加入洋葱丁、番茄丁，之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洋葱在使用之前用清水稍微泡一下，可以去除它的辣味，让整个酱的口感更好。这样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加入一些盐、胡椒，还有少许柠檬汁，之后这个美味的牛油果酱就完成咯。牛油果本身有一股醇香的味道，搭配着番茄和洋葱的甘甜和一点胡椒的辣，能够让一份平淡的沙拉化腐朽为神奇。芝士就是力量啊，夏天的沙拉怎么可以没有芝士，只需要准备一些生菜、面包片、番茄还有芝士，我这里用的是低脂的芝士。首先来做一个蒜煎面包片，将面包切成小块之后撒上蒜粉，在锅中煎到两面金黄即可。将切成薄片的芝士和番茄依次摆入盘中即可。其实这道菜最原始的做法使用的是马苏里拉奶酪，但是在减脂期间还是建议大家使用一些低脂并且高蛋白质的芝士，虽然换了配方，但是却毫不影响它的口感哦。最后再把煎好的面包倒入盘中即可。我还使用了一点点带有芝麻香的沙拉酱，记得千万不可以贪多，一点点就可以。这道空心粉沙拉夏天吃起来也是十分清爽的，只需要准备一些生菜、番茄、一颗鸡蛋、40克空心粉。空心粉一般需要煮10-15分钟，煮熟之后盛出来放入凉水当中，待一会儿拌沙拉的时候口感会更好。首先准备一些生菜，再将番茄切丁之后倒入生菜当中，最后将煮熟的空心粉倒入，搅拌均匀，一道美味的沙拉空心粉就完成咯。这道沙拉真的超级顶饱，最后我又加了一些水煮蛋，增加一些蛋白质，再放一点油醋汁，真的只可以一点点。爱吃水果的我每周必备一道水果沙拉，我准备的水果是苹果、橙子、蓝莓，还有一些无糖酸奶。水果按照你喜欢的形状随便切一切，放入盘中即可。水果虽然是健康食物，但是在减肥期间也不可以大吃特吃，吃每样水果的时候都要控制卡路里，尤其要吃一些果糖含量比较低的水果，对减肥是比较有帮助的。酸奶我也一般会选择无糖并且碳水和脂肪很低的酸奶。这款水果沙拉大大的慰藉了在减肥期间因为缺糖而烦躁的我了。
再来和大家分享一款温沙拉，体质较寒不爱吃粮食的同学们可以用这款，主要准备糙米饭、牛油果、豆腐还有一些生菜。豆腐在平底锅两面煎熟之后加入少许豆瓣酱，真的有麻婆豆腐的口感，但是热量又很低。切牛油果的时候可以先沿着牛油果的侧边绕上一圈，之后再用手臂的力量把它拧开。我这个牛油果买的有点不太新鲜，之后再用勺子把牛油果从果壳中挖出，切片之后撒少许盐和胡椒。又到了嘬嘬的摆盘环节，依次放入生菜、100克糙米饭、豆腐还有牛油果，最后再来少许油醋汁就完成咯。那在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，胃口并不是很好，沙拉呢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一道减脂菜品。沙拉当中的各种配料都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口味、个人的喜好进行调整和改变的，包括沙拉酱的部分，如果你想进行一个比较极致或者说比较彻底的减脂的话，可以用柠檬汁醋来替代我使用这些沙拉酱，但是我还是不想让我的减脂过得这么的枯燥无味，所以说还是会稍微放一点点的沙拉酱，让这个沙拉变得更美味一点。通过这个视频呢，主要想和大家传递一些观念，我觉得减肥并不只是节食，而是通过减肥让你去爱上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学会去均衡营养搭配你的饮食，学会去给你自己的身体减轻负担，学会去运动，学会去热爱你身边的每一件事物。我觉得这是减肥带给我最大的收获，就是一种非常健康和乐观的生活方式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呢，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或者喜欢一小呢，别忘帮我点赞并且关注我的频道，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什么建议呢，也可以留言给我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，拜拜。